国语有声善书。武庙明正堂善书改过积善修福，主祝仙佛为南天福神。南天福神降，盛世无今夜降祝改过积善修福。改过篇第九章禅定改过，所谓无心不动，过安从生，意思是说心清净了，过从何而来，业障从何升起，那又如何可达心不动呢？心不动即是禅定，一心不乱而得一心是也。世人当知过及罪业常存于妄心里，真心则没有，真心即是本来禅定清净，一念不生，当然过业无从滋起。一心专注，非善非恶，把善恶摆两边，与心性相应，即可达于明心之境。过有千百条，凡好色、好名、好利、好货、好怒等等诸过，不必逐条寻求，在禅定下断恶修善，是为根本及有效之方法。减罪消迁极妙之道，就是禅定无念，无念就是无妄念，无分别与执着之念，只存正念，那心就自在安宁了，就可显得有智慧、有信心，法喜就可现前了。禅定改过，即是一心向善，正念现前，是最为根本的忏悔，圆正而成熟矣。小编整理末法书籍一，一贯天道，求道者天堂挂号，地府抽钉，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，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，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济公活佛净土修行。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，仍杀生造恶者，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，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，亲口后则有两位入鸾道五庙明正堂、拱恒堂、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。二、消业障解因果，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愿忏班之外，还有义赤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。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，或者消除业障，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，并延寿120天。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，五庙明正堂圣书孝劳注印千本，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。三、积累功德，除了三布施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，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元上礼天一本次记武功，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20德，准予转为阴德，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。四、超拔与生前住籍灵修院，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。五庙明正堂，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，无极正道院，正道者可永脱轮回。义赤拱恒堂，由昊天关皇赐下之昊天子寿灵修院，可证弥勒净土内院，超越生死，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。信仰一贯天道者，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紫阳关考验，考验通过可证果，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。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，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，免于打回地府地狱，有个地方再度修行，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。望大家把握机会，皆望大家都可正果回天。五、发愿往生弥勒净土，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，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，愿意往生弥勒净土，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。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，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，建议您可以向义赤拱恒堂询问，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，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10声南无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。
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希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